猫头鹰。 陈慧芝先生，陈慧芝已经来了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你上当了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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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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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该死的东西！想灭口！呸！你军火埋藏的地点已经在我这儿了，你还有什么指望？你拿去也没有用，你看不懂！你还有？ 右三步，上午敬六，左半托。哎，这个四方形在哪儿呢？就这么个鬼地方，都找遍了。队长，这个四方形一定是个骗局。 千万不可上当啊！我不同意，这个四方形一定有它的道理。你说说是什么道理啊？这是不要争了。目前最要紧的任务是逮捕陈慧之。陈慧之是大军阀陈明之的弟弟，他这次到县里来是勾结歹徒司运军，准备响应陈明之叛变。我们一定要拦截陈慧之。 这是处长从广州打来的急电。同时，我们要查获这批军火，把勾结陈慧之的人摸清楚，掌握住。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碰头啊！原来是小六跟袁三呢。 你们是找我讨债来了，咱们贩卖军火也是玩命的钱。你们老大欠着不给，我们只好拿命来拼了。我回去就给，不行。如果你不给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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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四方形，他们找不到的，我们最好先把军火取出来，另换地方。哼哼，艾江峰一定派人埋伏在石冈后山，你一动，正好人赃俱获。姐，你知道那个四方形吗？一时还弄不清楚。可惜写纸条的人已经死了。余能是惠之先生的心腹。 他们之间有默契，外人根本摸不到门。等几天风声平息下来，惠之先生会亲自去找。那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暗中监视？已经有人在那儿了。还是没有那个倒霉的四方形。 伤口在流血，我带你去敷伤，就在前面。 见着江峰了吗？没有。您这么快回来，为什么不等他呢？没有。什么都是没有。哎，老先生，您不是有个女儿吗？没有。有。哼，我以为您有，还说没有呢。那怎么能说没有呢？我的宝贝儿女儿。江峰他到底在忙什么嘛？好久都没来了。身在宫门，他不自由啊。当什么队长嘛？哪根鸡毛当令箭？ 看样子城里头紧张得很呐，大叔，怎么了？哎，江峰，他受伤了。哎，大叔，快拿止血药来。哎，好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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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脆我到里面去上药，免得在这碍眼。 去城里好几趟，都见不着你。你也不来看看我们，要不是有人受伤，你还不会来呢。我的时间有限，想说的话要赶紧说，生气是浪费光阴的。你看他们也拉手了。哎，有话快说。时间那么少，话那么多，叫人家怎么说嘛？ 谁去跟毁之先生讨教？我。毒蛇吐信。 看了你这套功夫，我很放心了。艾香风不是你对手，<笑>还有一条毒蛇呢。啊，这条蛇它叫夺命雨伞节，它见人就咬，要是不幸被它咬了一口，哼，不到一个小时毒气钻心，神仙都救不了啊！没有解药吗？解药倒是有。 连吃带擦要养足2个月，才能复原。而且在这2个月之内，不能激烈劳动，否则毒气散开，就没药救了。哼哼。 哎，慢着，段姐。
你是地方上有声望的人，为什么要包庇歹徒？哎，队长，我不知道谁是歹徒啊。程慧之。哦，慧之先生是歹徒啊？嘿嘿，你恐怕弄错了吧？他是明知将军的胞弟，这从何说起呀？他私运军火，藏在石冈后山，我奉命来逮捕他。哦，你是奉了谁的命令？我们警察处赵处长打来的急电。 哼，讲势力，你不如我。你侦缉队的人马全到齐了，也不过小猫三四只而已。段七爷在本县城里城外，徒子徒孙少说也有二三百人，个个身手矫健。那你的目标不是我吗？我的目标当然是你。我们两个一比一，不用他们操心。你能捉住我，我跟你走。 穿白衣服的，嚯！嘿，冲！啊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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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
怎么能追得上猴子呢？艾队长，猴子你带来的？不是，不过我可以找得到他。看样子，我非得跟你走了。哼，那倒是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可以得到解药，我可以捕获人犯。把衣服穿上。哼，段奇，啊，只要你以后不再包庇歹徒，我就不会再追究你了。哎。不能把它放在我这里，不保险。大叔，请放心，两个月之内他不会跑的。对了，你们侦缉队不是有个牢房吗？可是队上有人通敌啊。不行啊，我不能接受这恐怖人物，我不能收留。无论如何，得把他押到处长回来。
小子，你是非逼我做这件事不可吗？大叔，承蒙您的爱护。哦，我女儿交上你这个朋友，还得贴上我这个老头啊。爹，您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现在你们用不上我了，嫌我讨厌啊，我走啊。庆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江峰，我有急事啊。哎，你们有话对我说了吗？啊，帮助你爹把那个人给我藏好，不要给断气的人发现。嗯，就这样一句话吗？啊，那狗小姐要好好的照顾她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不说你也明白了。不，我不明白。等事情完了，我带你到省城去玩。说过一百趟也没去过一趟。哎，这次啊一定去。县城里都找遍了，就差没把他放过来。他会把程烨藏到哪去了？哎，委屈你在这待几天吧，啊？队长，什么吩咐？你立刻给我拟个文稿，快寄广州给处长。是，说他交代下来捉拿的人，已经抓到了。哦，陈慧芝。嗯。队长，我想报告您一件。你告诉处长，说段七在支援他。看情形，段七随时可能发动歹徒劫持陈慧芝，请处长尽快的回来。队长，快写好了给我。是。队长，我有个情报想报告您。嗯，说吧。圣公武馆您是知道的了。嗯，他们的馆主柳义堂，你也是知道的了。嗯，啊，他们的武馆势力庞大，那您更知道了。哎，知道的事情你拼命的说他干什么嘛？哎，队长，我要从您知道的事情说到您不知道的事情，这是我说话应有的程序呀。哎，你赶紧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吧。这来喜楼的段老七在县城里边气势赫赫。这还不是我知道的事情吗？哎，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啰嗦？哎，问题来了，如今段老七跟柳义堂这两大恶势力，他们联合起来了。他们不是死对头吗？我说话一向遵守程序，绝不啰嗦。好好，不算你啰嗦，快往下说吧。段老七为了要从你手里边夺回陈慧芝，他居然向柳义堂低头，备了一份厚礼，登门拜访。本县武术界这两大势力，一个是柳义堂，一个是段老七，不要说联手了，就是任何一方，我们侦缉队这几个人也很难应付了。哎，队长，我还有好的建议。哎，那你就快说吧。是，如今我们侦缉队就好比大水上架锅，一举步就砸锅。你的废话怎么那么多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应该早做安排。哎，队长，话说到正题了，我建议队长立刻向警署调动大军来镇压。可是处长不在啊。哎，还有副处长呢，队长应该立刻去见他。你捉陈慧芝既是公事，为什么不把他关在侦缉队的牢房里？因为牢房靠不住，随时有被劫的危险。那也是你无能啊。你私下把他藏在外面，人家批评你是变相的绑票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的闲话我不在乎，只要长官能够谅解就好。哼，我就不谅解。这是处长的吩咐。嗯，难道你连我也要瞒着吗？哼，你知道了反而多一层负担。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请你向警署调动武装维持治安。哼，不可能。
警署不会帮助你来跟地方人士作对。这不是私人作对，这是公事。副处长，办公事要有证据。我问你，你扣押陈悔之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私运军火，企图叛国。哦，军火呢？埋藏在石冈后山。这只是你的一句话，话并不能代表证据。你要把军火取出来才行，没有证据，你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？我有处长打来的电报为凭。我知道，要是没有这份电报，我早就把你关起来了，给你五天限期。要是你交不出军火，你就得放人，否则我就要行使代处长的职权了。哎，报告队长，处长行踪不明，暂时还找不着他。哦，嗯，要是处长再不回来，我真担心这名叛国犯陈悔之。嗯，他们都逼着要我放人，你放不放？哼，除非他们先枪毙我。小黑，去看着陈慧芝，别让他跑了。咦，你老是看着墙，是不是面壁思过啊？哎，老大爷，该放我透透气了吧？这就一个老头，一个女孩子，跟一只猴子，您老大万一心眼一转，我们可对付不了啊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是我孤陋寡闻，我不问外面的事已经很多年了。哎，老大爷，您是有福之人呐。您别惯我的米摊呢。您要是嫌饭菜不好呢，我可以跟您想想办法。要是放风六腿放你出去，我可没这个权呢。老大爷，老大爷，爹，你怎么一句送饭就跟他啰嗦个半天呢？哦，是他找我讲话的嘛。你可以不理他吗？我又不是哑巴。我知道，你就喜欢别人灌米汤。那你也不见得比我好啊。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啊？你每次看见爱江峰，还不是满心欢喜，说个没完的吗？爹，你，别生气，你不服气你就再来啊。那嘿，要想这个啊，给你，在这儿，萝卜娃肉哟，江峰。爹，江峰呢？没来呀。您骗人。你呀，说话就喜欢兜圈子，有线索还不一句说出来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快说呀。我一句话说不完呢。说不完就别说，我怕啰嗦。好，我一句就说完。那这句话已经过去了，怎么不开口呢？是是是，那天呢，捡有用的说。是是是是，就在五道三那个老家伙的家里。嗯，
他把它藏在一个没有警卫、没有人注意的地方。全都找过了，哎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老家伙，你把人藏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，免得你一家人遭殃啊！段七爷，我这么大把年纪，干嘛要惹这种是非呢？尤其是您段七爷，我惹得起吗？快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就是没有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爹，你怎么动手啊？哎，君子动口，小人才动手呢。哎，你敢骂我们七爷是小人？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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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爹，你真没用。哎呀，我老了嘛。哎，不是我打他吗？怎么他没伤，倒是我满身疼啊。分明是人在你这儿，你硬是不肯说。别以为有征集队长做你的后台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打死你这个老丈人！七爷，我发现那边有个暗道，可以通到山洞。嗯，世宝，带人去看看。是。嗯，来。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看，七爷，山洞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下雨了，死猴子又是他，撒了我一头尿。哎，打死他啊！别笑，外边传说得很紧，不出一个礼拜，段七跟柳一堂就会发动来攻击我们侦缉队了。稳着点，越是危险艰苦，越是要沉着。嗯。队长，段七派人送来一张帖子。哦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这张帖子上有大叔跟青芝的署名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就是说，武大叔父女俩已经落在他们的手里了。啊，陈悔之呢？应该不会有问题。队长怎么知道？如果他们找到了陈悔之，就不会请客。那他们也不必要把大叔跟青芝绑去了。队长，要不要去赴宴呢？不能去。我决定应邀赴宴。艾队长，贵客到，请。艾队长，请。哦，艾队长。队长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请坐。大叔，他们有没有难为你们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很客气，笑眯眯的，皮笑肉不笑。难得好朋友上门，队长请坐。不必了，有什么话请讲吧。啊，边吃边谈不好吗？哼，七爷，是谈是打，我们要图个痛快。看，你真是个痛快的朋友。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
我想交你艾江峰这个朋友。怎么交法？你把陈悔之给我，我把这两位给你。不行，除了你的聘金、喜酒、兴居都有明知将军负担以外，他还嘱咐我送你100两黄金。侦缉队长，不敢买放。条件你开，我的人我带走，你的人等处长回来。没嘉奖？没有嘉奖。你是要逼着各行其事喽？我行的是，你行的非。武馆加酒楼，码头加帮会，全城都是我的人，就连你的顶头上司在内，你对付得了我吗？艾江峰，你对付得了艾江峰？对付不了是非，更对付不了国家的法律。哼，你们两位劝劝他。没什么好劝的，江峰，了不起玉石俱焚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他这是绑票，没什么好谈的。嗯，真的你断了气就能一手遮天吗？我不信。江峰，你走你的，看他能把我们父女俩怎么样。哎，何必呢，亲侄，断气也是一番好意，要是真的打起来，可得几十条人命啊。哎，你只有一条人命，几十条人命是说他们的。人家给你100两黄金你还不要，在人家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，要是给你呀，一辈子也赚不到啊。他是说你为官清正，说他们是捞钱鬼。哦，你是铁打的金刚，石雕的罗汉，打不死的程咬金，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啊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这还是骂他们的。他们是鸡蛋，你是石头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嗯，嗨，你大叔的话你都听到了？嗯，我都听懂了。段琪，我走了，你要是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就杀了陈悔之。站住。艾队长，你是软硬不吃，我拿你没办法。你算是拿住了我的痛处。哎，好，你把人带走吧，别出了楼子赖我。师伯，谢送客，贵客请。对。再会，再会啊。这么多人。哟，场面好大。哎呦！
还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别怪我。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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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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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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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我溜了啊。处长要回来了啊！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不是，太好了，太妙了！想不到处长还有这一招。处长写的是什么，让您这么高兴啊？现在局面大为改观，队长现在说话怎么也学会绕圈子了？哎，这是说话应有的程序嘛。哎，到底什么喜事？不要问，你们等着瞧吧。等到晚上，我来撬开他的抽屉。江峰老弟，你看不出吗？柳一堂是我下的一招棋，只要段七一用武力对付你，柳馆主就会趁机会把段七消灭。好险呐！要不是我看到了这封信，段七也就完蛋了。队长，嘘。队长，你这招棋下得棒极了，我起先以为是处长寄来的，原来你利用卧底的人替你传假情报。对，他一定会把信偷去给段老七看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啊？姐，赵处长给艾江峰来了封秘密信件。就是这封啊？就是这封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自己会看，不要你啰嗦。这是我趁夜偷来的。干嘛要偷啊？没出息啊！可是不偷到不了手啊，用拿的就好了。对，拿。我把它拿来的，可是在天亮以前还得拿回去，免得被艾江峰发现呢。该死的东西啊！小的该死。哎，不是说你哦。嘿嘿，该死的柳一堂，他居然阳奉阴违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对，先下手为强。嗯，啊，吓得该死。哼，这次你不该死啊，你小子一向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，今儿个你可办了件正事。企业栽培。哼，你不错。真不错。哎，队长，是您呐，您干嘛这一大清早就来？专程到这儿来等你。啊？哎，等我？我是来办公的呀，队长。混账！到现在你还敢胡扯？你犯的是死罪啊！把他抓起来。是，你们不能够绑我，我已经奉命调到副处长室去了，没有副处长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够绑我。调指令呢？嗯，嗯，让他走。队长，段七已经开始调集人马，准备对付柳一堂了。明儿中午，我们可以趁他们双方针锋相对的时候，赶紧去找那个四方形。不，我们先替柳一堂解围，否则会出人命。
堂会来吗？一定会来。哼，来了他就跑不掉。木剪子，铲斗。磨剪子，铲斗。你过去看看。嗯。哎，你们家要不要磨剪子、铲斗？磨你个头啊！快滚！嗯，不磨就不磨，你骂人干什么？哼！有咋臭豆腐干？有咋臭豆腐干？哎，臭豆腐干，臭豆腐干，哎，又臭又香，又炸臭豆腐干，哎，又臭又香的臭豆腐干呢、啊？喂，别提那家，走开，走开。啊、哦，哎。欢迎馆主大驾光临，小店增光不少。哪里哪里，七爷抬爱。馆主请坐。七爷请。哎，请。七爷这次约兄弟来是商量？不商量什么，只是请您痛饮几杯。这样，这些都是尊驾的门人？哎，他们一向仰慕馆主的威名，想借机跟您讨教讨教。嗯，七爷，今儿兄弟有事不能奉陪，改天再约吧。哎，奸诈，想不到你这出卖朋友的老油条。老油条不好吃，嘿嘿，来一块臭豆腐干子。哎，让开让开，滚油。哎，谁叫你进来的？啊啊，来，我请你们吃一块臭豆腐干子，是不吃的，不要钱的。来噻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烫死我！吃一块，你们哪个想吃的就来啊。滚出去。哎，是你想吃吧？好，我请你吃。哎，来啊来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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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吃是不是？好，我让你吃个痛快。哎，
一个打一个是大丈夫，两个打一个是大豆腐。你们几个打一个是臭豆腐。朋友，我段某人什么地方得罪两位？啊，木有木有。怎么的？我说这个段七啊。我认为呢，做人做事呢，要光明正大。切不可偷鸡摸狗，是暗藏祸心呐。我去呢，赶快把柳一堂放了他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帮你看看。张姐，你算老几啊？艾队长，这儿不干你的事。你聚众殴打，已经造成严重的伤害，人命关天，扰乱治安，还说不干我的事。艾江峰，你是存心来找茬的是不是？不是，只要你把柳一堂放了就没事了。我要是不放，那我就要逮捕你。就凭你这两个毛人，给我把段七拿下！不许动！方玉杰，你居然会是艾江峰的人？你的人里面另外还有我的人，不止一个。赶紧把柳一堂给放了，把他放了。艾队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别再制造纷乱。陈慧芝的事，你也不要再卷进去。青芝姑娘，你好啊！玉姐，看着他们，别让他们回去报信。等我们取出了军火，再放他们走。大叔，你赌我做，咱们俩唱双簧。又三步。又三步，一、二、三。上五进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进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左半托，
左半托。左半托在这儿。我们先挖开看看。好，我去拿工具。限期已经到了，起出来了。在什么地方？我把它另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哎，你不用藏了，你给我运到这里来。应该运到处里来。等处长回来再说吧。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我要是交给了你，就是违抗了处长的命令。廖师爷，在。艾江峰，他触犯了什么罪？私押人犯，私藏军火，违抗命令，居心叵测。廖文秋，你，对不起，我廖文秋一向公事公办，有一句说一句。哦，你懂不懂出卖秘密公文、私通盗匪，应该是什么罪名？革职查办。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那不是我，那个私通盗匪的人，他已经被革职了，他也被人家查办了。啊，你说的是不是方玉杰？副处长，谁要你多话？是是是，我不说就是了。你把方玉杰交到段七的手上去了？那倒不是我交的，是他自己倒霉，半路上碰见的。副处长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艾江峰，你知道现在跟谁说话吗？这像什么话吗？方玉杰是功臣，我现在去把他给救出来。慢着，我先把你关起来，等处长回来发落，看你怎么办。不行，等处长回来，我把犯人军火都交了差，随便你怎么关我。这可由不得你呀。来人呐！是，把他抓起来。走！妈呀！艾队长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你站过去，听本队长下达命令。本队长，怎么，你不相信呢？这是副处长的首令，本队长是奉命行事。排好，排好。
爱江峰私押人犯，私藏军火，企图叛国，我们要全力追捕他归案。你要抓队长？什么队长？本队长才是队长啊！这是我才不管呢。大叔，爹，您真是的。你们一会儿要我看守陈慧芝，一会儿要我去救方玉洁，你们有完没完呢？嗨，要是艾队长没有受伤，也不会来找大叔了。江峰究竟在哪儿养伤？怎么不到这儿来呢？已经有人去接他了，也许马上就到了。这下可乐了啊！哎，你要乐就乐，装什么呢？人家不来了吗？人家是谁呀？人家不理你了，您还说？哦，人家就是你呀。大叔，您老的意思是？哎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一定要管救人呐？你说呢？你看他都不赞成我去，他拍手就是赞成您去。小黑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？哦，他说要您去吧。要去你去吧。是您要我去的，要是我去了回不来，您可别后悔啊。哎，秦志，哎，你是把我吃定了。嗯，是您疼我吗，爹？嗯嗯，哎，有一套啊。江峰，江峰，你要不要紧呢？啊，大叔呢？去救方玉洁了。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。就是为别人来的。嘿，方玉洁，你背叛我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？我是为了正义。我杀了你，看你还有没有正义。哎，老头，干什么呢？嗯嗯嗯，哎，他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是个哑巴。就走走走，别出发台去。哎哎，好，哎呦，去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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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长刀伤刚缝合起来，医生吩咐不要太劳动了。青池姑娘，您多费心了。哎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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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药用完了，我进城去替你配药。你躺着休息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方玉洁，你七爷今天要破开你的肚子，看看你的胆有多大。我方玉洁浑身是胆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朋友，说明一下来路。不是朋友，不说来路。跟方玉洁是非亲非故。那跟我段某人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啊。
那阁下到这里来是？我喝醉了，误闯进来，你们一动手，就误打起来，这叫误打误闯。哼，我段某人开的是酒楼，行的是江湖，阁下有什么不便，可以明言。让我带走这个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天有好胜之德。哼，你算是替天行道？谈不上，只是路见不平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是爱江峰请来的。我是爱江峰害来的，因为他我才深入虎穴。你知道这是虎穴？目的是要在虎口拔牙。凭你的功夫？不，凭我一点道义。那你为什么老背着身？难道你见不得人吗？我转过身来，担心你会害怕。既然你要见，好，我让你见。哼，啊，吴老头，你害怕了吧？可真把你吓一跳了，是不是？听他们说，你是有点本事，装疯卖傻，倚老卖老，专耍花招。今天我要你好看。已经有20多年没有人夸奖我长得好看了，谢谢你的美誉。你这脏老头，看我来对付你。这老头这么好的功夫。老先生，您喝一杯吧。啊，来来，嘿，哎，请请请，哎，这边坐，哎，请坐，哎，哎，您吃点什么？来点韭菜。哎，好。艾江峰，咱们是速战速决，我马上去见副处长，采取非常时期的非常法令，免得处长回来有所变化。
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壶。好。哎，老板啊，我也要一壶。哎，好，来了啊。哎，奶奶。哎，老板，奶奶，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整坛的啊。哎，我也要整坛的啊。老板，哎哎，老板啊，老板，老板。秦芷，你怎么来了？您怎么了？您还在这儿跟他赌喝酒呢，家里出事情了。出事了？哦，我跟你走。哎呀，快点嘛，你。哦，报告副处长。嘿嘿嘿，副座，大功告成了，那个专拉硬使的艾江峰啊，已经被我逮住了，我把他关在地牢里。哎哎，副座，哎呀，您怎么了？哎，您不是一心一意想除掉艾江峰，救回陈悔之吗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。副处长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他是在面对忠义千秋的光夫子，忏悔他的所作所为啊。处长，您回来了。处长，我完全是奉命行事啊，我是奉他的命令。走啊。本队长叫你们走啊。你们替我把这位本队长抓起来。是啊。处长，我没犯罪啊。你没犯罪啊？犯罪，犯罪。张军在，他来了没有？来了。队长啊，谁叫你呀？你是本队长啊。嗨，处长，江峰，你办得很好。假如这批军火落到段七这干人的手里，响应陈明之叛变，国家的损害可就大了。处长夸奖。哎呀，快点快点嘛，爹！哼，这可恶的江峰，好事就轮不到我。那你就别管他算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江峰，你没事了？我本来就没事。哎，事情可来喽。嗯，小黑受伤了，小黑。一定是陈悔之逃走了。算算他中蛇毒已经满两个月了，他又可以动武了，这下子想抓他可就难了。他是狠毒的百步蛇手，只有六合八法才能够克他。大叔不是专练六合八法的吗？可是这种功夫需要耐力，我老了恐怕支撑不住。大叔，把这门功夫传授给我。所谓六合，分为内三合、外三合。内三合，筋。气派，神，外三合，刚，柔，劲，六合归宗，必须要眼于心合，心于气合。气于身合，身于手合，手于脚合，脚于胯合。六合分为八式，上次式是胯。
下次试试滚踢蹲扫。好。处长就在这儿啊。我们应该等艾队长一块来的。处理情报最讲究时效，不能等。哎，你瞧，快点。报告器，处长回来了。好，来，住手！处长，你们又运来了一批军火。我不知道。陈慧芝又回来了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去叫段七出来见我。啊，七爷他没有来啊。玉洁。你去看看他们在地下埋些什么。是，不用看了。陈爷，张处长，在下陈慧芝，从来不吃独食，有钱大家赚，希望我们能合作。慧芝先生是很诚意的，处长。好，请你们跟我到办公厅去，我们好好的聊聊。处长，有话尽管在这儿吩咐好了。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那你是想逮捕我了？如果你们跟我走，罪可以减轻。赵处长，你要不要先掂量我的分量再做决定啊？你们想拒捕？有悔之先生一个人就够了。看着往哪跑！哎呀，卧底！哎呀，不不，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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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要平心静气，急需练功啊。秦芝，我陪你去玩去。走，去。谁要你吗？好像有人打架。哎，在那边。是赵处长的段七、陈伟芝他们。哦，快点过去。老大爷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谢谢你每天给我送饭送菜呀、啊。就当我喂了狗了。当时你把我杀了，不就结了？我从来不打落水狗啊。不过现在你想杀我，可就难了。可是你要是想逃走，也很难哦。呵呵，百步蛇手，架子倒不错，不知道经不经打。哎呦！
大叔，哎，好爱队长，我们又碰上了。哼，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？上次是那个玩蛇的看不出我胜你败，笨手笨脚把毒蛇扔在我的身上了，这回你可讨不了便宜。本事加正义，再加上运气，这就是我赢你的重要因素。火炮。 没事，不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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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事情要请求您。除了求婚，我什么都不答应。好，这回啊，就是要求婚。哦，你是吃定我了，小子。